萨特曼，我是曼星 JKMC 周围总结吧。你以为我前面是很开心吗？没有，我是在鼓舞我自己，我是在鼓励我自己，要加油，要努力，要奋斗。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，我朋友啊、观众啊都有在问我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做这件事过。请问艾比斯要怎么解决在嘉玲式调酒上让他处理的好喝呢？然后我最近我们的同事很喜欢喝手摇杯，所以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艾比斯跟手摇杯，生活酒类学家就是从这种地方去做发想。我们今天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手摇杯适合配艾比斯，很简单吧？这样大家也不用去找配方。简单讲就是，我们等一下测试完我觉得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照着买，然后你就可以喝到一个好的艾比斯，好的艾比斯。比较能接受的吗？比较能接受的艾比斯，我这样讲可以吧？嗯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首先进场，我今天的选项是三种样式：红茶类、可不可跟万坡。万坡买是它的岛屿红茶，可不可我买的是它的太妃红茶，就是咖啡味比较重一点的。第二个进场呢是五十岚的奶茶，哦，这个经典好喝，虽然说我不太喝，但是就是大家评价都给它很高。然后伯爵红茶拿伯爵，伯爵。红茶拿铁来自米克夏，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清爽类的，是我们的这个是水果子缤纷水果茶，来自大院子对症优多绿茶，来自清新，所以我们这边是清新型奶茶红茶这样子。我会做第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对比，哪一个比较适合？这两个对比哪一个比较适合？这两个对比哪一个比较适合？然后最后我会总结，我认为搭艾比斯直接去调和会不错的组合给各位。OK， 好，你们先出去。拜拜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他们放旁边，好，先放旁边，他们撤退到两旁。你要介绍我们今天的，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女主角碧姬公主。碧姬公主，艾碧斯。好了好了，来了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，在正式比赛开始以前，我先给大家两个东西，两个选项。Arizona 这个东西，如果你是国外留学的，你一定知道。但台湾人比较不知道，因为它只有在百货公司的单位里面有卖。那因为在我可能九年前的一份工作里面，我接触到了这个茶品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喝了很多的它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也刚好买了一支艾比斯，存钱买了艾比斯，然后我想说艾比斯单喝我实在是受不了，在十年前的我也受不了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那我既然我最近都在喝 Arizona。那我搭艾比斯会怎么样？结果他们超好喝的，我先给各位，这是绝对会过的。但我今天没有买到水蜜桃的，我今天买到是芒果风味红茶跟绿茶，这两个配下去是绝对没有问题，是给大家。这是我以前到现在最高，人家颜色会变得很难看的。你等一下会知道我为什么说颜色很难看。这是洗毛笔的水啊，水彩笔洗完就这样子，水彩笔啊，对啊，好。真假的？真的。Peter 是不是也很常喝的？以前喝一个饮料，哦，在加拿大的時候没有？在台湾，其实我第一次喝在台湾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有一种其实蛮好喝，但有点贵。第一个是芒果口味，水蜜桃我觉得更棒。是好喝的。因为它会让艾比斯的八角味莫名的跑下去一点，可是你还是喝得到里面有艾比斯啊。就像我们说，嘉玲式调酒的原则就是酒的本体要在。你是天才呢？我是天才呢。你给他喝喝看。他是天才呢。你给他喝喝看。然后在它的这个绿茶的部分呢，啊，我也觉得也很不错。它的绿茶配下去啊，是我觉得最万用的啦。真的吗？嗯，我觉得刚刚水蜜桃很好喝诶。你是绿茶更好喝，而且绿茶是永远买得到的。你真的是天才，对不对？而且感觉会喝很多，而且这 Arizona 这真的是我从很多年前那一次到现在，就是我基本上如果有喝艾比斯在家里要套的话，我都会这么做。好，这是题外话，这是题外话。好，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。胜负，我们要先从哪个开始？昂德好啊，好吧。昂德，昂德，我们先昂，因为昂德其实昂德我没试过，这两个水果类的，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没问题了，就有点像刚刚的两杯嘛，有点接近，有点接近，但是我觉得水果茶的风味会在让整体味道更清新一点。Arizona 是我喜欢，但是毕竟它还保留了酒的样貌很完整，那有些人可能比较不习惯。好，来试试看，美工刀，美工刀台语是这样讲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他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从没用过。那我们先从万坡的倒进来，然后右边是可不可太妃红茶。你说它是的咖啡味比较重？对，咖啡跟茶的结合。嗯，咖啡的味道非常的浓，岛屿红茶就是非常的红。
但我跟你讲，爱丽丝加红茶有一个好处啦，至少颜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绿绿的感觉？感觉它有荧光还是怎样？对对，就是它还是红茶的颜色，但它有一点点绿绿。好，爱丽丝加万坡的岛屿红茶。啊！这个。可不可的太妃红茶单喝很好喝，但加爱必斯进去以后，我整个八角啊！你的表演方式纵论我了，我有点停不下来。等一下，那个不是我刚没有，那不是我的表演方式，那是我刚真的觉得它好难喝哦，太咖了，跟咖啡的味道把八角味整个擦出来，直接抓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真的不行。我想喝，我想喝它，都不行了。你看，但是我觉得。岛屿红茶爱彼此还不错啊，对，不是这个你自己喝，你自己喝，而且是它很像异形，大家以为你手抓到以后插到你胸口就结束了，没有，它嘴巴会再伸出一个头插到你的头里，这样，这样，啪，这样子，二段攻击，二段插，不是可不可的问题，是可不可跟爱彼此不合在一起？那岛屿红茶跟爱彼此目前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行，还可以。那我们再进奶类好了，好不好？奶类我试一点。奶类左边的是五熟兰的奶茶，右边是伯爵红茶拿铁。一个是用奶粉，一个是用牛奶，是吗？通常纯奶茶就是用奶粉的，这才好喝。我是分不出来，但是我可以理解，因为像玉米浓汤，我喜欢喝八方云集。不是老头，还有夜市牛排的那种。玉米粉还浓，怎么加很？这勾芡勾很重那个。但反而是那种法式蒸玉米浓汤，我觉得不好喝。我可以理解，它不是我们脑中玉米浓汤的东西，不是，就跟真的布丁，跟统一布丁，统一布丁好吃很多。嘟嘟嘟，这个是鲜奶的，对。那我应该这个我会比较好。这两杯不管怎么样，我心里都有一个底。严格来说，应该都不会太好喝了。这颜色有点恐怖啊！我没有很想喝，我心里有一丝的抗拒。面对它，挑战它。光闻就不太对劲，喝一点点就好，喝一点点，小口一点。爱彼斯不见了，完全不见吗？嗯，我看我加到很少吧，应该跟前面差不多吧。对啊，可是啊，有啦，很尾段。两个之后先淘汰好了。我完全喝不到爱彼斯，他把爱彼斯直接吃掉了。可是我觉得我再加太多，他们两个一定也会毁掉，所以我觉得这奶茶类加 A B C 就是先不要，先天的不适合，对，先不要，就喝看好不好？两个你都拿去喝，尽量喝。哦，也对啊，没有啊，在哪里？对啊，就不见了，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我觉得很奇怪。那个牛奶的勉强后面有一点点，嗯，拿铁的后面一滴滴而已，不知道，感觉有喝都没喝一样。刚刚这段异常的平淡，跟让我觉得很失望。我本来是期望他会给我一个很澎湃的东西，结果他什么都没给我，好像是我跟一个很有名的艺人交往，搞笑艺人交往。我期望我的生活会有非常多的乐趣，结果他私下超无聊，我这很有可能是事实。他把能量在荧幕前用完了，对，他在荧幕前把能量都用光了，下班当然是不想讲话，变一尊雕像这样。好。刚那一波的低迷，不能再这样低迷下去了。大院子水果茶，我觉得这边的组合基本上一定是没问题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喝水果类的东西啊？超级喜欢，我跟个孕妇没两样，我的肚子也跟孕妇没两样哦。这个是优多绿茶，优多绿茶是多多绿茶的意思吗？对，变奇异果汁了。欸，这个是坏掉的那个养乐多。其实颜色蛮漂亮的，这杯的颜色倒是蛮和谐的。哇，好！OK 啦。今天大家怎么？今天大家的那个情绪起伏都很大。就，应该这样讲好了，这杯赢很多。
但这杯银的差异在于口感的轻盈程度。这个下去就是艾比斯只剩下香味在，并没有很烈很刺的八角味跟口感。但这个的话，它反而让多多绿的口感变得更稠、更满，所以喝起来有一点黏黏的感觉。这个直接这样对，完全没问题，是好喝的，是家庭式调酒中过关及格的，试试看，及格啦！我刚突然用力弄一口，脖子有点扭到。你知道你现在是爸爸，年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随便甩一甩就容易受伤，真的，那個、完全是可以哇，好直接喝的，直接一直喝，好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那个水果的超好喝，好哎、欸，但多多绿没有不好。好，来给出一个结论，但在结论前我要再做一次 PK， 多多绿那杯给我，不是多多绿，那个水果的，这个是我今天的结论，两个第一名跟第二名，大院子的缤纷水果茶配艾比斯非常好喝。万坡的岛屿红茶配艾比斯，我觉得也很不错，但因为它前面出现的太早，所以我那时候给的评价很保守。但目前这样整趟这样喝完来说呢，我觉得它是有机会出现，所以我最后做一次最后的尝试，来看看到底我认为谁比较强。毋庸置疑，我认为手摇饮料最适合搭配艾比斯的是大院子的水果茶。下期见。我的第一名绝对是他，而且是赢其他人太多了。这个紧追在后，但是跟他有一段落差，是他并不会让整杯的味道很奇怪，或是艾比斯不见，或是饮料不见。他整体来说，他有一点像是他的味道跑在红茶的尾段，但是他尾段不是像我们刚刚有一杯是尾段的艾比斯是艾比斯的刺味，这个尾段的艾比斯是艾比斯的香味，所以他这杯变得很温和，我觉得是不错。但是水果茶配艾比斯真的是没有问题。是刚这样加完，颜色变这样。我这样喝完都是超级轻松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推荐给大家试试看啦，好不好？或是如果你有哪一家手摇饮大概艾比斯你觉得不错，你可以下面留言跟我讲。我可能在下一次的好笑留言回复的时候会看到。连人家都没有认真，全部都留乱来。啊！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话，不要忘记分享、按赞、去我们 Facebook 上、去我们 YouTube 上订阅、开箱哦。如果你有吃的、喝的、搭配的、有趣的、好玩的，欢迎来信跟我说。下期见。